何潍坊螺蛳粉来喽。它是活动啊，这次活动的选择性就更大一些些。我跟姐妹们说一下啊，这次何潍坊它的活动是六包螺蛳粉，然后加四桶酸辣粉，酸辣粉有原味的，还有经典的，有加麻加辣，还有那个经典的，我这是加麻加辣，加麻加辣里面就多了一个裙带菜，其实也没有多辣，就属于中辣的样。就等于说到手是10件，39.9元，六包螺蛳粉，四桶酸辣粉。酸辣粉你们要是重口味就选那个加麻加辣，如果螺蛳粉重口味的话，你们也是选那个加麻加辣。我也是吃的这个，它最多就是属于中辣的样子。他们家的螺蛳粉就是比较软糯软糯的，开饭，今天吃鱿鱼、麻辣梅豆腐、皮蛋，还有一个土豆。
我们家麻辣梅豆腐。有点烫，有点烫。